部拿出这病医推荐高龄优先病医，在丢失家己住这诊所的时阵，就纳入无障碍规划。除了设置有无障碍的步道以外，伫咧地下3楼到1楼的出入口，拢设有轮椅，方便民众需求。很开心，我们嘉义慈济诊所今年参加全国就医无碍标杆竞赛门诊组的金奖。在几年前，我们嘉义慈济诊所在规划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的重视民众就医的方便。从门诊开始，我们就有一个容纳病人可以放置轮椅的空间，而且我们从地下室到门诊都有免费的轮椅可以供患者使用。另外，在门诊挂号、在抽血挂号柜台以及检验还有放射挂号柜台，我们都有很友善的一个就医的空间。另外，我们诊所最大的特色是在于说，我们同仁除了很贴心的会协助患者之外，我们还有志工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协助就医不便的患者，来让他们可以得到我们比较贴心而且温馨的就医环境，来让患者除了可以从疾病当中得到诊治之外，在整个心理上也可以能够了解我们对于他们的用心。医师蔡仁碧表示，尽管无障碍设施设备完善，但是需要人性的关怀和协助。嘉义主治诊所医疗志工温馨的指引和协助，会当完全消除人甲人之间沟通的障碍，互嘉义主治诊所成为就医无碍的标杆诊所。最新新闻，李兆佳市采访报道。别问我为什么停下来，好吃好逛又好拍，因为来家太好玩，一起家一起不完。在